韭菜啊，刚刚也是觉得你没有韭菜。40000，吃不到。20000，40000，三家都还没听啊。你们只要糊了就有5000了，多加5000的奖金。30000，也 OK 啦，打了一组牌。真的，前面糊没有送。8饼。我整个都没在注意。6饼。听牌。所以呢，你们现在要不要猜林世福？他在数什么？你在数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在数什么。他数还有多少牌啊？他刚刚什么吃什么那个？对啊。第一次猜中，就有30000块奖金。来，给你5秒考虑。五。要不要猜？四。让他猜，我不猜。那你抓牌。来，请抓。哇塞，把责任推给别人。红中。要不要猜？王春芳。要猜牌，按你。第一次。5秒，猜，对，猜也是机会啊，嗯，猜一下有提示，4、3、2，猜，好，请猜，5秒内作答。第一次没有提示，嗯，4、3、2、1，25秒，抓牌，王春芳。用掉一次机会还有2次，第二次我们可以提示。张文桥糊了，他们基本的 bonus 也没有了。听得没吗？你要不要听？你要不要猜？不要。他都摸牌了。在问谁呀？春芳，春芳，我猜了有提示，第二次就有提示。他们其实很难猜。摸牌。你摸好了不？有提示，为什么不猜呢？他们打稳扎稳打的战略。希望该不是万岁，不能换牌，不能换牌，一秒，还是拼条错。成功，要不要猜？有提示哦。真的很不好猜，我猜，猜又没有失去什么东西。我想要猜彼此的，猜彼此，都还没听牌，你们都还没听牌，又猜什么彼此？哦，难，所以他听很多洞啊，他听很多，一定听很丑的吧？现在有提示吗？我有提示啊，猜着猜着奖金啊。猜不猜？有提示哦。猜。好，阿婷条子没有错。我就说听条子，几个洞没有说吗？第三次就会告诉你。第三次会告诉你。第三次会讲。5、4、3、2。36条。抓牌！哎，他们俩都还没听，我就不能猜，我痛。所以你要胡牌啊，要自摸。东风。胡了。很接近的，不错。第一次猜都还好，他第一次25条，真的已经很厉害了。5条，我整个心脏跳得更快。他才25条，他应该心还紧张吧？超紧张的。这牌要是我啊，我跟你讲，我打麻将，我绝对不听这种牌。这种牌容易被猜到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危险的牌。那猜2条，我也吓一跳。啊！真的，打这个牌真的要用心机的。对，你不能让容易太他猜中的牌，很危险。好，所以呢，没有办法拿到 bonus， 来，马上有机会加码。我们的至尊对决，3条1。刚才我们终于猜大厅了，没办法，这个加码，这个现在他们有基本5000，再有机会，我放炮，没错，3倍，1万，加码了，马哥，对学生来说已经这样子，我放炮3万。
好不好？好，我放炮，个人3万。那我们两个没差吧？那他们两个是 double， 变一万。好，知道吗？就基本就一万。如果他们两个放的话，是。好，我放了，再加五千3万5，可以吧？可以。不够再说啊，好不好？来，开门。好，马上我们来看看四家的牌，看林氏福。5000块加码没成功，这关要是拼不了胡，5000减半可是很难看。想赚3倍15000，2万凑饼子大，早听才有机会哦。潘小慧这牌真漂亮，多摸多靠，抢听机会大，条子凑大，3点金的579饼，你会怎么上？15000放枪压力不算大，面子问题还是要好好打。条子摸凑大，25000可别摸输人喽。小乔上一把自摸断了人家的加码路，这一把奖金保卫战，条子随便摸随便扣，看来你可以轻松打喽。来，好，发财，东风，今儿东红中西蒙东大饼白皮碰2万，2万吃七1万，这把我就拱赵红桥了。赵红桥，先让你听好了啊，5条。1饼。不要这样落我。落你，我落谁呢？来，8饼。谢谢。啊，5饼。8饼。七。8饼，谢谢啊，5饼，七，买8饼，七，东，8万，七二，还好烂。2条，进张吧。好，我这个下场还好，我就听到一个2条声音跑出来，好夸张啊！骗人的吧？太水耶，不好意思。太快了吧？哎，我怕也是一静听啊，我就是碰。还好烂，来，牌倒下来，林师傅，让我们看你有多烂。很远呐、啊，嗯，好了，我的牌比较好，似乎不是货就是货，哎呀，好吧，躲不过，7早8早就挂，每次都是我放给你，对，没办法加码，今天呢还有办法，不好意思，5000块钱减半是2500，啊，不过位置比较重要，还可以继续来加码，有机会，好不好？下次我就打软一点，好不好？谢谢两位，谢谢。大学美女啊，淡江还有名传的冷伟奇、王玉涵，谢谢，谢谢，实现了啊！还有我们杰哥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观众之外，忘了明天同学去送我们的至尊百家。